然後就會經過、呃、功率放大器啦，即係個俾電個喇叭嘅嗰一嚿嘢啦，同埋最後咧就會出咗去個喇叭啦。咁然後會眾就可以聽到啲聲啦。咁呢度就介紹一下台上面嘅插線嘅地方喺邊度咧？以下順去邊啊？啊，我要請你幫我指一指嗰啲位啊。咁嗰邊咧，左手邊嗰度咧，上面嗰個就係插喇叭嘅插。 誒平時唱歌嗰陣，你會擺兩隻台芒喺前面俾和唱聽噶嘛？咁就插喺嗰個位嘅。係啦，咁本身我學校有一個嘅，咁所以短嗰條就學校嘅。咁如果我哋去 set 嘅話咧，Jacob 幫我攞嗰兩條線啦。咁就係插嗰度嗰兩條線嘅。咁然後就會擰咗去嗰只台芒嗰度啦，嗰只喇叭度啦。咁呢邊有一個啦，嗰邊有一個啦。 同一个位嚟嘅啫，一左一右。誒、呃，要嘅要嘅。咁用完就要幫佢插翻嗰條短嘅線啦，要插翻嘅要插翻嘅。咒罵吓，係、啊、啦，咁呢度兩條線咧，一長一短嘅。咁短嗰條咧就駁呢邊啦，因為距離短啲啊嘛。誒、啊，这条短的这条呢條短啲嘅。咁呢條咧就長啲嘅。長啲嗰條咧就插嗰邊，然後拉過去中間啦。 咁樣就夠長噶啦。如果你調轉咗呢，應該就唔夠長嘅。好，然後呢，你啲咪啊，你啲樂器插邊呢？就係、是、插地下上面嗰度有有啲掣喺度嘅。咁而家唔知點解仲插緊啦。陣間大家幫手收啦，<laughs> 大家幫手收啦陣間。哦，都係嘅，幫手收咯。我哋練習下點樣收線呢。咁嗰度有六個位嘅，咁但係呢。 一二三四五六啦，嗰度咁一二三通常我哋插乐器嘅，四五就插人声，六咧就插喇叭嘅，所以六咧你就唔好插咪啦，六你就空咗去啦，你唔使理佢噶啦。如果敬拜队嘅话，你就唔使理佢啦。音响嗰啲你就插翻个喇叭啦。一二三系乐器，诶、呃、呢、這个俾乐手听嘅，即系 m o n 即系 mon，系啦 m o n 嚟嘅 m o n 嚟嘅。就是 咁六就插 m 嘅，咁所以你就唔好攞嚟插咪啦，系冇声嘅。咁呢边有一个啦，嗰边亦都有一个嘅，咁嗰度都有六个头，咁就七至到十二，七至十二，咁七至十一咧，你都可以插咪嘅，跟住十二都系插喇叭嘅，咁你就唔好理佢啦。六号 output 嚟嘅，output 嚟嘅，系学校改装咗嘅，所以个头就唔系 output 头嚟嘅，咁但系佢系 o u t p 嚟嘅。总之佢插喇叭，你唔好插咪啦。啊？ 自己改是但啦，你是但啦，系系啦，六号十二系插麦嘅，你就唔好插咪，咁啊得啦，咁啊够啦，插得插得，一到五插得，即系一至五同埋七至到十一都系 input 嚟嘅，都系可以插咪插乐器。 系啦，咁就冇乜特別意思嘅，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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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邊七至十二，好，然後就對住會眾嘅喇叭有四隻啦、呃，大家知邊度噶啦，係，係 <laughs> 啦，四隻喇叭啦，然後音響放嗰度啦，咁啊嗰度控制啦，所有嘢都係七到十一。 系啦，咁啊十条啦，系啦十二减二咯，咁就十个 channel 啦。连港台咪连诶、呃、电脑有线有线唔连啦，你当唔连先啦。等下先，答咗佢先。六号就插台上面嘅俾乐手听嘅 mon，跟住嗰度十二咧而家咧就落咗去地牢嘅。好，跟住到你问啦。 冇所謂，冇所謂。總之你嗰邊嗰啲啦，你就唔好插咗嚟呢邊啦。隨便,便一個，我通常就插十一嘅，插尾二嗰、那個，咁你容易記啫。<就>啊，咁如果你想固定就插十一啦，固定咗佢啦。十一、嗯、插港台芒，o、呃、港台咪。i c 咁啊方便自己記嘅啫。咁其實就實際上就冇所謂嘅。 好，台上面嘅插头有冇问题？冇问题咧，就介绍一下啲器材啊。你、这个先飞咗去先。诶、呃，跟住咧就讲一下我哋啲器材摆边啦。器材咧就行去嗰边啦，大家可以拉条线过去啊。要嗱，去到边呢边咧，咁我哋嘅器材咧就一左一右啦。左边嗰度咧。 啊，小心地下啲線啊，好多線啊。而家。咁咧，我哋嘅所有嘅線咧，全部喺呢度。啊，呢、這個呢曬幾好用喎！喺呢度有咪線啦、啊、Jack 線啦、啊，啲你需要嘅線全部擺喺度噶啦。誒、呃，樂手嘅話可能需要 DI box，咁就會擺喺呢個位啦。咁呢邊咧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咁啲線就用完之後擺翻個櫃，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櫃桶嚟嘅。咁你就係啦，而家抽咗兩個出去，咁用完就抽翻上去啦。 咁冇 mark 嗰啲，你就睇下裡面嗰啲內容係乜嘢啦，啲線,些線 <laughs> 認下啦。誒、呃，有問題就俾我俾阿信分開去啦。好，有個咁嘅，係喎，嗰度有個左上角有個待檢查嘅箱嘅，好似甩咗，會加翻嘅，有分嘅有分嘅，不過而家個呢部好似甩咗，遲啲加翻。好，咁呢邊就。 擺線嘅啫，冇乜特別嘅。咁同埋有一盒鑽頭喺入邊，有一個鑽頭嘅盒嘅，而家攞出去啦。我費事再攞翻翻嚟啦。咁就擺呢個位嘅。好，咁呢邊就係咁啦。有冇問題？冇咧，就睇另外一邊。好似大緊旅行團咁啊，而家。好，另外一邊。另外一邊咧，阿信唔好望過嚟啊！我照你噶。咁呢度咧？ 就擺電源線啦，誒擺就擺擺咩啊？擺、呃、喇叭線啦、啊，呢度有啲喇叭線嘅，係啦，咁就有啲喇叭線啦、啊。上面嗰個就擺電線啦、啊，電線就係啲誒誒博 D.I.Box 啊，博 M 嗰啲啦。總之啲電源線就擺咗喺度啦。咁然後咧左邊嗰度。 啊！呢度就系嗰支清洁剂啦，喷咪嗰支喺度。呢、啊、支，咁可以喷下支咪嘅攞嚟。如果你闻到支咪有臭味嘅话，但系呢支嘢本身喷出嚟都有啲臭味嘅。咁样啦啊冇晒啦，冇晒要再买啦咁。旧旧嗰支应该五六年噶咯。好哦，不如不如算啦嗰支。 掉咗佢啦。好，跟住右邊嗰度，誒呢度就擺咪頭噶啦，所有咪擺喺度啦。跟住呢度有其他嘅電容咪啦，即係係啦貴啲嗰啲啦。咁通常平時唔會用噶啦，嗰啲你唔使理噶，音響員就要理啦。跟住做咩呢度？睇下先。誒其他唔使。跟住下面有個 DI box 嘅，咁、那個 DI box 陣間要講一講啦，因為樂手需要知道啦呢樣嘢。这个 係啦，咁阿、啊、信幫我拎一拎出嚟一個 DI box，我一陣間講。咁然後仲有啲咩咧？誒、欸，譜架啦，普架擺喺呢度啦，或者啲吉他架啦、麥、mm hmm. stand 啦，呢啲擺喺度啦。誒、欸，然後 mon 嗰啲全部都擺塊擺喺度嘅，mon 嗰啲擺喺呢邊嘅都係。係啊，呢度有兩隻 mon 啦，同埋其他嗰啲樂器 mon 都係喺呢邊嘅，得唔得？ 咁呢度就應該差唔多啦，仲有冇嘢留咧？啊，跟、哦那个、啊嗰個啊音響班嗰啲可以望一望呢個啊，呢、这個就係我哋上次講嘅線路啦，就係呢一嚿嘢啦，就係呢一嚿啦，好大嚿嘅，好重嘅呢嚿嘢，誒係、呃、啊，五十米嗰嚿，係啊，你一出街就會用咯，係大嘅活動會用咯。 嗰度、啊、有兩隻大喇叭嘅，用得嘅就係啦。咁呢 <music> 邊就差唔多啦。咁我 D R b o s s 帮我拎埋出嚟啊！好，跟住咧

又啱但係我而家要收啊！咁咧呢度有幾個掣嘅嗱，呢度呢度有個掣啦。咁如果你見到佢扁平咗咧，咁樣係定唔到喺個地下度嘅。咁要要少少三角形嘅。但我而家整唔到啊，陣間再整。你幫我整一整，要整翻我唔係縮到最細，即係點樣先企到喺地下？我要企到喺地下，而家就。 好似歪咗少少，哦，老，係應該應該曲少少，不過算，呢、这個老化咗冇得講咯。係啊，唔踩得嘅咪。y f r n 講多句。唔踩得㗎，會斷㗎嘛，食唔到力會斷㗎嘛。第二支啊，哦，呢支咯，呢支就曲。 呢支就清楚啲啦，同埋佢有三隻膠腳喺呢度嘅，咁會定得好啲嘅呢啲。咁啊，这最底嗰度呢度有個掣啦，有個掣俾你扭啦。咁呢個就扭高低，呢一條成成支嘅高低啦。咁然後呢，呢度都有個有個扭嘅，咁呢個扭呢、就是，就係都係較高低嘅。咁你就扭鬆佢先。喂、哎？ 系啦，扭松佢先，突少少出嚟嘅，就唔好掂到地下啦。不过掂到地下咁就错咗啦，个个重心。咁呢度扭松咗咧，呢度就可以掹到出嚟噶啦。咁不过佢有尽头嘅，唔系无限咁掹嘅，即系冇理由无限噶啦呢啲嘢。系啦，咁啊最高去到咁高啦。咁然后咧仲有几个掣嘅，咁你见到可以扭嗰啲掣全部都扭得噶啦。咁呢个可以扭嘅角度啦。 咁通常咧，如果係俾人去用嘅話咧，我好似講緊廢話咁咯，俾人去用，係啊，俾人去用，唔係有時收樂器噶嘛，收鼓噶嘛可以兜翻先自己。咁可以轉一轉個角度，咁啊通常打斜少少啦，就好少直不甩咁樣去收嘅。通常斜少少，跟住呢個就都係教長短啦。咁就通常教喺中間呢啲位置就最穩陣噶啦。咁你教到太尾咧，個重心就去咗呢邊，咁就容易冧啦。

咁而家就係一個收起咗嘅狀態啦。咁點樣開呢？j a 又可以示範一下啦。咁又有幾個掣嘅，最底嗰個掣先，就將嗰三隻腳開翻出嚟。嗱，就咁一樣啦。咁就將佢整翻做一個大概三角形嘅狀態咁樣，咁就企得穩啦。Yes，都係唔踩得嘅，千祈唔好攞嚟踩一斷噶。唔知道斷咗幾多少個啦，我哋。 點樣收啊？麥 stand 要收翻矮咯，我會收翻矮嘅。我見到呢啲就唔使收都得。咁、这、呢個可以唔收，不過你擺翻埋一邊啦，擺翻好佢啦。咁跟住，如果你個高度想教咧，呢度有個掣嘅，呢度 <coughs> 有個掣可以教嘅，咁你就可以拉高佢啦。然後你想教角度就呢度有幾個掣啦，咁又可以試下啦。

不個要有人整呢嚿嘢，呢嚿嘢好難整嘅，要轉個窿，跟住鎖喺螺絲上去，好難整。咁如果有呢啲設計咧，你就可以咁樣套落去，咁樣就好穩陣啦。如果冇咧，你就可以用呢個位。咁擺兩支好，冇擺三支嘅，擺唔到嘅。咁啊，普架就係咁啦，跟住吉他架咯，使唔使講咧？都，吉他架咧？ 有兩款嘅，不過而家好似全部都係 acoustic 吉他嗰只款嚟嘅，唔見咗電吉他嗰款，唔緊要啦，都係咁收嘅啫。咁咧，咁、哎、開同收咧，呢度有個掣嘅。如果你想收佢嘅話咧，你幫我撳一撳個掣啊，你幫我收一收佢，撳晒，跟住咧就可以接埋噶啦。可以接埋嘅個吉他 stand 係唔買嘅。 不過通常都唔使收噶啦，呢啲你劈翻埋一邊。可能個設計唔同咯，我哋教会嗰啲全部都有制咁嘅，有三段嘅。通常教到最闊噶啦，唔得噶唔得噶，呢、啊、只唔得，呢只鎖死咗。係啊，可能教一教咯，短身啲嗰啲吉他。係啦咁啊呢、这個都可以開開山啦。 系啊，自己搞噶啦，吉他手。咁所以我係同樂手講嘅啫，呢啲。咁 <laughs> 不過其實都平時都唔使點喐噶啦，因為唔會接埋佢噶嘛，冇需要接埋佢。係咯，可能户外崇拜要搬啲嘢出去，我哋就會接埋佢先搬啦，方便運輸。好，咁啊，跟住拖板啦、啊，拖板地下嗰度啦，通常都唔會收噶啦，喺呢度啦，呢啲位啦。一抽嘢咁，你會見到噶啦。 好，跟住誒音响完嘅話咧，我會提佢哋一樣嘢啦。set 音響之前 set 咗個風扇先啦。尤其是夏天嗰陣咧，你會中暑嘅。有冷氣，不過不過八點半翻嚟通常都未開噶。咁 <laughs> 你就係啦，我會自己開咗先嘅，開冷氣，然後開埋風扇啦，因為冷氣未咁快凍。咁啲風扇全部撇晒喺度啦，自己搞掂啦。

誒咁、呃、你個吉他咧，你有條線輸出嚟噶嘛？即係有條線，有條吉他線，由有條線喺個吉他度走出嚟。咁插走,走出嚟嗰條線插邊咧，就插喺呢一嚿嘢嘅是第一個 channel 嘅 input。佢寫住㗎啦，mark 住咗㗎啦，input 寫住 input 嘅，寫住 input 嘅。咁就插你條 jack 線落去啦。咁你嘅責任咧，應該就完成㗎啦。咁有另外一邊嘅其實另外一邊咧，就睇下個音響員得唔得閒咧。如果你如果佢唔得閒，你就幫我幫佢啦。 咁呢度有啲頭嘅，咁、这、呢個就係個 output 嚟嘅，咁就對應翻你吉他。如果你係插 input f r e e 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插第三個 channel 嘅，咁你 output 呢、这個你就插翻三嗰個啦，就唔好插喺隔離啦，隔離嗰冇聲噶會声。係跟住咧，咁呢度咧就用麥線嘅，用普通麥線得噶啦。咁不過就儘量用一啲冇顏色嗰啲啦，誒所謂冇顏色即係黑色啊、灰色啊嗰啲啦，因為彩色嗰啲就通常攞嚟做麥線嘅，方便我哋睇啊嘛。 咁但係呢啲我哋睇唔到嘅線就冇所謂啦。咁就用一條麥線駁過去嗰度嗰邊。啊，仲要插電啦、啊！插電就頭先我講個櫃桶嗰度攞條咁樣嘅電源線啦、啊，飯煲線啦、啊，或者叫佢唔知咩線好、啊、多線啦呢啲咩？係啊，得㗎、啊，同一個同一條線嚟嘅。電腦嗰啲主機嗰啲線都係呢只嚟嘅，standard 嘅呢只。係、這個。 唔係，逐個逐支吉他要插分開咁插嘅，嗰邊都要插三個咯。如果你三支吉他，所以太多樂器咧係唔夠插嘅，係啦，所以 limit 咗嘅。咁啲掣嗰啲音響班我講過咩解㗎啦？咁自己如果唔記得咗，自己聽翻錄音啦。我啲錄音就係咁樣用嘅。<laughs>

呢嚿就都係 DI box 嘅功能，不過得一個 channel 咯。啊、一嚿大呢度大嘅一嚿，跟住呢度其實仲誒、欸、去邊啊？呢度仲有一嚿嘅呢個，呢度八個嘅，咁實夠噶啦呢度都得，係啦、嗯。如果你有八個樂器，呢、这個夠有特噶啦。你崇拜唔會有八個樂器咯、啊。 系啊，冇人識。系 <laughs> 啦，系啦。咁，系啊。一時時咯，睇我音響中意用邊個，我中意用呢個多啲。係啊，呢啲習慣問題谓都冇所謂嘅，兩隻都得。呢個我有時都會用。係啦，呢啲全部習慣問題嚟嘅，即冇乜所謂嘅。呢、这個我錄緊音啫，唔關事嘅呢個。 誒試課嘅，誒、哎、好啦，咁啲器材就啊，仲有一個講壇啦、啊，講壇頭先講過有條電線啦、啊，誒、啊那個、那個十字架係熄號燈嚟噶啦，係、啊、啦，就喺嗰度，誒、啊、我直接照過去啦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呢一抽電線咧就係、是、個電源嚟噶啦，十字架着燈咧就會有聲噶啦，接咪,咪？好神奇嘅。 系啦，咁 <laughs> 有时投影問去问啲模去咗边咧，嗰、那、只、個、电脑模咧就喺度啦，就摆呢个位嘅。啊，有两部,兩部啊，系啦，总两部啦吓，先难搞一部咯。<laughs> 跟住下面有个有个有一级，我点样叫呢呢嚿嘢？ 即係畀啲身形比較矮小啲嘅人企上去啦，腳踏啦吓。咩啊？嗰、那個？嗰、那個同古晉講得啦，係。誒、欸、做咩？而家嗰支講啊喺嗰度，嗰支講台咪喺嗰度，可以望一望啊！嗰支講台咪。 咁就會收喺個盒裏面嘅。咁如果幫手收嘢唔知擺邊咧，你就揾翻呢個盒就得噶啦。個其實支咪，ai, 我通常就擺翻喺櫃嘅，不過有時就擺咗喺度咯。係啦，擺翻擺咪個格啦。好嗱，跟住咧，我哋就入正題啦。係咪好興奮咧？我會講一講 set 音 set 一場崇拜個流程嘅。呢、这個先我哋正題嚟，因為頭先係講一啲器材啫。啊、不過應該好快嘅啫，好快嘅。

自己預備啦。咩個頭個形狀唔同啊嘛。誒，你做咩啊？你做咩攞個咪 stand 自己打自己啊？好誒，咁敬拜隊你可以幫手做嘅咧，就係啲麥線啦，主要係啲線啦。咁啲器材其實就留翻俾音響做啦，因為音響其實都喺度噶嘛。咁留俾留俾佢做啦，呢啲嘢留翻啲嘢。 係、啊、留俾啲音響員，係啦，有時間就幫手插嗰啲線，擺定啲線先，因為啲線係最麻煩嘅，同埋唔知係咩位嘅嘛。嗯嗯、啊，係、嗯，啊，哦，收嘢陣間講，咁啊。呃 同八練歌之前咧，啲咪線啲線你搞掂咗，跟住啲麥聲啊、普架嗰啲搞掂咗，咁就 O K 啦。其他嘢留翻俾音響做啦。誒、呃，咁如果音響完嘅話咧，咁你就記得上去 m 一 m a 翻邊支咪係插咗去第幾個 channel 啦，即係一二三四五插咗邊個咧，咁你自己 mark 低啦，咁你方便你自己喺 mixer 嗰邊去控制嘅。咁啊，啲咪擺翻好啦，擺喺普架上面啦，或者如果冇位擺就擺地下啦。 咁就唔好唔好浪咗喺半空嗰度啦，喺跌同唔跌之間咁就好危險啦。啲咪係會壞，呢支咪成千三蚊嘅，好似千三定千四。咁一跌咧就玩完㗎啦，呢啲咪。咁所以就小心啲去處理啦。然後啲線嗰啲，我唔詳細講啦，自己睇啦。音響班嗰啲。咁啊，做咩咧？啊，仲有一樣嘢要提嘅，都係提一提音響班呢、這個好重要嘅。 誒、呃，你開掣嘅時候，音響放開掣嘅時候呢，有兩個掣嘅，一個寫住一，一個寫住二嘅。陣間可以過去睇下音響班嗰啲，咁就順序開嘅，撳咗一先撳二，就唔好調翻轉。個原因遲啲再解釋。冇三嘅係，sorry。三嘅時候，哦，你你咪三嘅時候啊，對唔住啊。二撳咗二，跟住撳一，三咯。我以為你玩嘢，係啦。刪機嘅時候呢，就撳咗二先撳一，調翻轉，撳二先撳一。 係啦。好咁<對>，<laughs> uh, oh, 其他嗰啲我下堂音響班再講啦。音響完要知嗰啲我呢度講，我費事講得咁複雜啦，因為已經好複雜啦。跟住無,無線咪、無線咪、無線咪記得換電啦，用之前。誒、uh,，唉呢啲唔講啦，送巴士，係啊，我留翻。 其他音響員先要知嗰啲，我留翻下堂音響班先講翻啦。我而家就唔詳細了那接講啦。咁跟住講下點樣去執嘢啦。咁執嘢嘅時候咧，就完咗崇拜咧就上台執嘢啦。咁但係幾時可以掹啲嘢咧？或者你要先刪咗啲乜嘢先咧？咁第一步咧就刪咗個所有喇叭先，有電嗰啲喇叭全部刪晒佢。即係例如呢啲台誒、呃、樂器模啦，呃 或者呢只啦，或者係啊冇啦，好似邊個啊？哦，嗰、那個啊，嗰、那個好少用嘅啦，嗰、那個都要刪啦嚇。如果着咗咁地下嗰兩隻就冇得刪嘅，你唔使理佢噶啦。咁然後咧就你就問一下個音響可以掹線未啦。咁如果佢話 OK 嘅，咁你就將所有喺 panel 上面嗰啲線全部掹晒佢先啦，然後先慢慢捲翻去啦。誒喇叭線都係啦，喇叭線。 就掹完之後，就插翻學校嗰一條上去啦。咁然後就捲翻啲線啦。咁陣間可以俾大家試一試體驗下捲線呢個過程嘅。咁因為而家台上面唔知點解好多線未收啦。陣間我哋一齊收一收啲線啦。咁可以有一個誒、呃，我陣間先示範一下點樣去捲線啦。因為唔係唔係擺個手踭嗰度捲嘅，咁樣係錯嘅。咁啊，有一個正確嘅收線嘅方法嘅。 咁啊，陣間示範一下，跟住咪啊，DI box 啊，樂、啊、器啊，普架、咪架嗰啲，全部擺翻我頭先講嗰啲位置啦，即係呢邊或者呢邊啦，或者呢邊啦。咁擺完之後咧，就搞掂噶啦，就收好晒所有嘢啦。咁就嗰一日嘅崇拜音響咧，就完成咗啦。好，咁而家我哋一齊睇下點樣去捲線啊。咁我停咗個錄音先。